Welcome to the Startup Grind.
我叫老沙，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创业者，也算是一个就是初级阶段的新手投，就是投资人。那么就是平时我们就我的机构叫养心创投，那么我们会去看一些就是生物科技啊，以及说环保甚至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项目，就是偏中后期的这样子的。如果现场有一些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互相交流。当然我也特别跟大家安利一下这个顺德双创基金会，就是非常给力。因为我上次记得如果没错的时候，我在这里说什么叫做价值投资，很简单的，上次我跟大家推荐说应该要去持续去关注一下那个就我们美的的一个股票，因为它就是适合想见老板来支持这个基金会的。那么美的也是一个具有非常高价值成长的一个企业。那么现在上次跟大家提醒完之后，现在大家可以重新去看一下美的的股价，哦，又真的又往上涨了，对，是这样子的。所以美的这个企业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么李小东先生的话呢，今天我又去做了一些工作啊，就是我这个人是比较 old school， 就是比较老套的，就是也没有去做什么 PPT 啊，就是自己抽空用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些那个好像主持人用了一些卡纸吧，就是上面会列了一些问题，大概就是也就几十个问题啦，一些小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李小东先生呢就是其实他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因为上一次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对，非常的很坏啊，就是让嘉宾心有忐忑，又不知道哎，等一下我们主持同学又想问他一些什么比较简单的或者比较高难度的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去这么去思考，因为其实我们力求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能够在我们这一次非常简单的，而且说比较有就是比较层深度的一个活动里面去得到一些思考，一些启发。那我们也希望，真心希望说每一次我们参与活动的一些嘉宾能够在这边就是跟大家一道去思考一下自己本身的项目的一些现在目前的一些状况，还有哪些可以优化改进，甚至可以价值被放大和挖掘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开始今天的流程。首先我想河北人，因为在广东这边河北人比较少，所以我也说一下自己是河北人。有老乡以后可以多交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算是创业人嘛，因为之前对创业这个字其实没感觉的，因为我之前是在 TCL 做了有个七八年。那时候其实就是你把一些小的聪明小的智慧做好，在那种大企业的环境下感觉不到什么叫创业。但是呢，那个后来是在来到顺德这边，2009年来到顺德是做因为那时候是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时候，我就操盘那个内销的这种小家电，因为我们顺德这边小家电也很多。操盘的时候呢，终于感觉到什么叫艰难。那个时候创业的感觉呢有一点点了，因为毕竟是操盘嘛，那就过程呢就是会碰到很多问题。那再后来呢，就又大概在2013年，我们开始从中城孵化红雷帮，那个红雷帮算是真正的创业项目。一路走过来呢，发现现在回头看，当时其实没感觉很多，反正一路走过来了。现在回头看，确实很多坑，就是所以我说呢，也挺高兴的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跟大家多交流。同时呢，我们红雷帮呢，现在呢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烘焙社区，它主要的一些要素是学习跟分享，就是我们跟大家在后期呢，如果大家有一些烘焙的师资的能力啊，包括一些新奇特的这种优质的这种产品的能力啊，都可以跟我们谈合作。像我们合作的，比如说线上的课程可以跟我们合作，然后一些优质的产品也可以谈销售的合作，还有一些广告合作都可以，就是我们也希望互惠互利。这方面也有，就先讲到这儿。好 ，OK， 好，刚刚小东
非常简要的跟我们讲解了一下这个烘焙潘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前景背景。那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对话，就是其实因为我了解到现在目前烘焙潘的一个产品啊，它的一个呈现的方式是其实现在主要是以线上为主嘛，就是我看到有通过 app 就是 app 啊，然后还有包括说公众号啊，以及说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媒体，就是媒体上面，包括一直播啊，一些直播平台，我看到你对不对做一些尝试，在做一些类似烘焙教程、烘焙社区的一个运营，对不对？那么我也看到那个时间应该是在2014年开始成立的，那至今应该有几个年头了。那么我就开始问一下，哎，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啊，你们会去开始这么一个创业的一个项目啊？这一次，对，其实诞生的时候，对，我觉得它诞生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其实烘焙潘的诞生呢，基于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我之前是卖电烤箱的，卖电烤箱呢，但是我卖了2年没有用过，就是到有了小孩之后呢，就被美的一句广告语给打动了。美的的广告语什么是爸爸妈妈自备的还是爸爸自备的那个蛋糕，就是那我一听就正好扑动了那个时间点上，我就从公司搬回家一台烤箱。我就兴冲冲的去商店去买了，花了1-2个小时买了很多材料弄回来之后呢，自己就弄，什么都没看，什么都没学，弄着呢，就是很兴致非常高的，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呢发现呢不能吃，就真的是吃不了。你如果吃那个到以后，你就对蛋糕几乎就不会再去想了。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自己又是闭门造车，又不能吃。这个时候我就被逼的呢，我就给我们当时一个业务员打电话，我说那个小雷，你告诉我这个蛋糕怎么做嘛？他就开始从一个，因为做戚风蛋糕嘛，当时最主要的是它有很多很多环节，其中最开始的一个环节就是把鸡蛋的蛋白进行打发。后来我一看，光一个鸡蛋的蛋白的打发，他就告诉我7个要点，如果有哪个要点失败了，你这个蛋糕就失败了。我一看这个，我说这个就几乎是不学习就做不成蛋糕了，尤其对我这种小白来说。那但是很多人都是小白，那我就说，那我们中诚应该搞一个烘焙帮，就是帮助别人，就是你把烤箱卖给他之后，帮助他学习，然后让他使用烤箱。所以我们当时最开始叫中诚烘焙帮，那时候还不叫烘焙帮，是叫中诚烘焙帮。那这时烘焙帮就开始在这个基于远程教育，因为我在上一家企业就是在北京的，也是做远程教育的，这是一个要素。后来呢，就是当时我们手底下有个同事。公司里面就是他没有无师自通的能做了一个很好的蛋糕，当然后面就是我们的帮主了啊，就是因为你要有人呢，做什么事都要有人，很机缘巧合，就是自己的身边就有一个很优秀的无师自通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我就跟阿涛讲，我说咱们搞烘焙帮吧，所以烘焙帮就出来了，一个是人，一个是感觉需求。是，所以你刚才就是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还是由于这创始人本身自己的需求就是未被满足，然后发现说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又在做那个烤箱的产品啊，这两年没有做过，这是一个最本能的起源。对对对，那这个经验就是其实也挺有共鸣，因为我很早年前都是在做就是服饰嘛，就户外运动服饰，我们在做一些登山的，就是户外极限运动的装备。那么我自己也在操盘整个项目，但是我自己呢，平时又很少运，就是之前也很少运动，就那冲锋衣有，但是没有去用，也没有去露营。然后后来还是哎被同事激发说，那老大你自己做这种产品，然后你自己不去尝试去体验一下嘛。然后我马上就去露营，然后去攀，就尝试去攀岩。其实那种就是切身体会带来的一种体验，还是真的非常完全不一样的。是，所以其实你这个逻辑很顺水推舟的，就是第一我就在做烤箱的，第二我刚好要做一个那个蛋糕我会做，然后想到去帮助别人，就是一切很顺水推舟。那么其实在做这一路的时候，你就是前面的问题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有哪些就是
比较值得纪念的一些时间节点，就是可能你碰到一些困难，或者是碰到这个团队碰到一些非常惊喜的一些事件，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心路历程这样子，在这几年之间，简单几年内的啊，对，不是现在啊，现在，比较激动的啊，激动，其实，比较激动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开发了 app 之后呢，就是发现呢，因为我们比较早，那时候发现呢，你不用管它，每天粉丝都会进来几千人，这个是很兴奋的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比如说我们想开发 app 的时候呢，没有人，因为顺德其实这种人才特别稀缺。但是周围的朋友呢突然告诉我他有一个好朋友来做，我们发现人的问题又解决了。那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山穷水尽的，因为一直在亏，那个突然间碰到一个原来认识的老同事，然后他说他也要有兴趣，后来很快的几乎没等到他就投资我们了那个一部分钱，所以这三个我感觉还是很兴奋的。OK， 就是其实啊，我也去做了一些功课嘛，就是可能采访我们嘉宾之前，肯定要对这个产品这个行业啊，包括现在一些竞品啊，有所了解啊。那其实就是我个人，刚才我跟那个 Ten 也在讲，就是其实做一个男生啊，然后从2014年然后一直做了好几年的这种线上烘焙的一个社区，真的就是光能够坚持到今天，因为我看了你产品本身的一些内容，不断持续的在制作，真的那难度真的是挺大的，而且说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坚持，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呢，等下我们可能会去探讨到一些说关于盈利方面啊，可能会有哪些商业价值挖掘的部分的一些内容。那么其实我在企业与行业这一个环节，我就写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你由你来做烘焙帮，就是为什么是你们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别人？当然了，现在应该我看到有很多精品，因为我最近光去下烘焙帮这个 APP， 以及说相关的一些 APP 已经不下十个关注相。就是在竞品的公众号也不下十来个，对，因为我对产品里面大概也研究了一下。那为什么就是这么多的人啊，还要继续去做这么一个事情？还要说为什么啊，就是作为烘焙帮啊，还要再坚持？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发展到这个阶段，还要再坚持做这个事情？就为什么是你们要做？为什么还要再坚持做这个事情？其实。全顺德包括全国做烘焙帮类似的这种企业个人其实很多，包括我们顺德的像那个很多电器的品牌啊，做烘焙电器他们都想做，甚至北京的厦门的上海的广州的都有，但是他们到现在为止呢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死了很多，但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呢？其实我们基于最主要的一点是对于整个社会趋势的这种高度认同，就是我们认为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喜欢烘焙的人呢，他一定需要一个去的地方，我们对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执着，非常坚定，就是所以说一直在推，就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去维持。其实我们一开始的盈利模式，我们也不知道，就赚该怎么赚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认为这个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以后一定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而且是在虚拟的世界里，这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想法。OK， 你这样回答我真的是很难接下去，真的是因为非常充满了情怀，就是你看这么多人在做，这么多人都 over 了，我们在亏。我们还要做，然后我们还不应该去赶紧去下一下那个 APP 看一下，究竟这个哥们的情况究竟是去到什么程度嘛？对不对？要去支持一下，就是去支持一下这个烘焙，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今天
过来的女生也特别多，不知道大家就是会不会在家里啊去买一个烤箱相应的一些装备啊，然后去做一些烘焙的一些就糕点啊一些美食出来的。那其实作为男生的话，其实在一起，但这可能在我个人的角度而言啊，我认为他们是用户，对不对？我们做产品肯定要有用户思维，因为我们做出来有人用，对不对？但是呢，从一个商业价值的来说，就是我拥有这么多的用户之后，我如何去把这些用户去转变成为支撑我们企业不断前进的一个价值，商业价值，就是被投资的价值，对不对？比如说如果是投资者的话，那我就看。就会去看看你的项目的，就是哇，哎，你客户增长量不错啊，每天增上去，然后用户数也特别多。但是我一直就会在想，哎，我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些用户啊，把这些转就变成了一些可量化的一些商业价值，对不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也去做一些功课，我知道你现在先不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好吧，那我们就接下来讲一讲这个关于产业链的事情啊。那现在整个烘焙行业它的一个产业链啊，它是怎么样一个布局的？能不能让那个我们李小东先生分享一下这个产业链？然后你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居于这个产业链的哪一个环节？你自己的一个理解。说到烘焙的整个产业链呢，它是应该是。分几个，比如第一个呢是硬件，就像卖电烤箱的、卖面包机的，这一块。但这一块呢，现在呢，基本上就是美的、格兰仕、东宁、ACA， 等这些传统的家电企业来去卖，这是一块。但他们的销量呢，是在2013年开始包括原来场地，是在2013年开始爆发的。现在的市场规模呢，大概在。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在大几百万台，这样是一个硬件的一个状态。那个另外呢就是食材，就是面粉啊、奶油啊、那个黄油啊，这些企业。当然器具呢，除了烤箱之外的什么模具啊，那个都比较规模比较小，也比较杂，所以那个就不太那个显著。食材器材呢，因为它主要还是以目前量大的还是以面粉、黄油为主，黄油当然被国外的像安佳啊、总统啊这些基本上是半垄断性质的。面粉呢，主要是像新粮啊，就是比较平价的，还有皇后啊、金香啊等等高端一点的，就是这是食材类的。那个有另外呢就是食品类的呢，就是我们在整个烘焙链条上呢，其实这是我们特别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就是想对于家庭烘焙者进行学习的教育跟一个分享快乐的一个社区嘛，所以我们对这块非常关注。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合作者，他是广州的，他在烘焙的视频上，他引起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家儿子给他一个小熊的饼干，他们家儿子舍不得吃。那这个呢就是说对于烘焙的这个食品来说呢，其实它多了一种什么呢，多了一种情绪，一种情感在里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传统的这种很多的那个烘焙的食品啊，因为我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广州的那个烘焙展，特别感触，就是你进那个烘焙展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条幅，那个条幅上写的是什么呢，要致富先防腐，就是你要。所以说我现在对于市面上的烘焙的食品，这种健康的安全程度非常非常担心，因为都是要致富先防腐，尤其是我们小时候一个月饼吃的可以放10年，就是所以说其实真正的月饼我们自己做的放不过五天，所以其实对于这个烘焙的食品来说呢，中国的发展趋势呢，现在大家一定是追求健康。但是传统的模式里面呢都是非常不健康，这个不健康呢，第一个呢就是添加了过多的防腐剂，第二个呢就是你像我们很多去面包店里买的一个面包一个蛋糕，你会发现多少钱呢，3块钱4块钱，其实可以告诉你们真正的健康的材料可能材料费都不止3-4块钱，
那它会用什么？比如说用植物奶油来代替动物奶油，用很多其他的东西代替。当然，你说是那个巧克力的，它会用代可可脂来去代替可可脂。其实这些什么植物奶油啊、代可可脂啊，全部是对身体，应该说是有害的，就是比较确定的有害的。只是说你别吃太多，显现不出来，属于慢性的。所以在食品来说呢，就是传统的我们所能买得到的，要不然就是保质期很长的防腐剂加的过多，要么呢就是价格很便宜的，用了大量的替代品。所以其实整个烘焙产业，你像我们最近发现一个在食品啊这个环节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块饼干，它在最近融资了，就一盒饼干它融资了5000万，哎 ，A 轮融资是5000万，其实我们也很难想到，就是一盒卖饼干的，只卖一盒饼干融资的5000万，一盒饼干卖多少钱呢？卖200块钱，就是这么大一盒，然后它一个月的销量在天猫上的销量大概在几万盒，就是所以这是食品环节的。其实我们认为，中国的食品，尤其在烘焙里面走的路还很多，那个这块也是我们特别有兴趣的。就是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产品在这个产业链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对，就是另外一个讲了三块呢，另外一块呢就是像我们这种，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跟分享的这个平台。那我们在产业链处于什么状态呢？后来我们发现呢，100个人里面，买烤箱的，刚才讲的买烤箱的可能有80个人。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你说买面粉的可能就是100%吧，买黄油的也不一定，烤箱的可能50%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吃这些烘焙的可能也是100%，但是到了我们烘焙帮里面呢是1%。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烘焙帮现在所追求的呢，就是什么人呢？经常自己做烘焙，而且呢愿意到烘焙帮的订阅号、烘焙帮的 APP 里面来去这个社群里面去学习跟分享来去玩的人，经常这种人呢可能只占到1%。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产业链里面，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企业难做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比例太少。对，如果卖饼干，我可能是需要在100个人里面可能有100个人，但是如果来我们的呢，说不定是100个里面1000个里面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这一个人呢，我认为它的数量不够，但是它的质量呢有着神奇的魅力。所以我们原来呢，后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发现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我们是做的漏斗，就是其实过来的人可能很多，但后来发现沉下来的很少。但是以后呢，我们可能把这个漏斗反过来变成一个喇叭，通过这个基点往外去扩散，找到一个点，所以我们的后面的其他的延伸出的产品可以更多。但目前现在这个点有开始在找吗？还是我们2018年呢又开始在找。好，刚才就是小东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这个产业链，包括可能是就设备啊一块啊，原料啊，这个食物的原料，包括说相应的一些器具一块，还有说包括它这个信息啊，就是就怎么一个食品一个还有说包括它在线这么一个分享的一个社区啊，就是算信息化的一个系统啊，来支撑。算是一块。那么刚才小东很非常就是坦诚的跟我们讲出了他现在目前这个行业包括他们产品现在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现在就是非常少的人真正沉淀到最后的一个就是持续在你平台上活跃的那用户是比较少的。对。那么现在可能会在接下去找一个突破点是这样子。那么我后面的有很多问题，我后面再问啊，因为现在都不便展开。那么，我就先问一下，那你自己对这个烘焙的一个行业啊，这个产业接下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可能也不要说的太长吧，可能就是3到5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会是怎么样子呢？对于烘焙呢，其实我就感觉呢，在中国呢，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因为这种中西的融合，包括饮食习惯的融合，它是一个大的社会趋势。但是呢，烘焙呢又因为是我们是中国人嘛，所以说这个变化呢会比较慢，是缓慢的。所以像你说的趋势呢，就是我们自己原来认为可能会，比如说是60多角的上升，现在可能我们会感觉它是15多角的上升，应该是这种感觉。好的，
其实真的是一个难题。这在我想象中有点像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现场的一些朋友啊，你们家有烤箱的，能不能麻烦举一下手啊？他说还是挺多的，就是烤箱的啊。那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们是先有烤箱，然后再去想着要去做烘焙，还是先去想着要去做烘焙，再去想着去买烤箱，然后就啊，先买了烤箱的，再去想说要做烘焙是吧？那当初是什么原因想着要去买这个烤箱？想看到烘焙吗？是两种来。因为挺好的，就看到好吃啊，好吃啊，对，差不多在外面买那个都有啊。那我能问一下这位朋友，然后你平时家里的烤箱一年的使用频次大概是多少次吗？一年，我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使用频次一个星期可以去到3到4次。哇，那这是很高频了，对吧？你一个人住的时候，你烤东西方便嘛？对对对。所以跟家人住就不用了，人家。对对对，那我好了，我问你，因为你是男同胞，我想问一下女同胞，就是就有烤箱女同胞，你们现在就是会经常做烘焙的，可不可以麻烦举一下手，看一下有多少个？哦，有一个啊，不会吧？经常是什么概念？哦，经常就是一个月内有做两次的吧，两三次。两次啊，就是啊，那你现在又不举手了？哦，没有，这一个月有做两次嘛？好 ，OK， 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这可能这不完全统计啊，这可能这个数据是错误的。你们都是基本上跟我们认识的是一样的，就是120里面，120里面可能有50%以上的买了烤箱，但是呢。比如一周做一次的人呢，可能只占到几%的这个数量，然后这个几%呢，又如果能来混社区的呢，是发挥头脑风暴啊，这么多的人一起帮助我们小东啊，和他的团队一起去想办法，看看是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或者是有什么一些改进帮助他们提升优化的一些方法，对不对？去大家一起去提升。哥们，你太实诚，我真的是这话怎么接，对不对？就是。其实我本人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有切身的经历，因为我太太啊，她就是去年吧，心血来潮的时候说，哎，老公，我要做一个蛋糕给你吃，哎呀，因为心想好开心，对吧？所以我要买一个烤箱哦，所以呢，我们家去年的烤箱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里，然后呢，出现了烤箱之后呢，就会出现了什么店啊，那个绿色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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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理店啊，料理盘啊，模具啊，各种的食材啊，打蛋器啊，可能就是我在网上看的，也就是那十件套吧，就是反正每个女人家里一定要有一个烤箱，反正就是放着就是很开心，但不一定会用，然后那十件套也是要买回来的，对，然后所以呢。前阵子就不知道怎么又突然火起来了，然后呢，数据也是这么显示的，就是中国的一个烤箱的一个销售量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美的是 number one， 然后就是其他的一些品牌啊，像一些比较专业，就是什么长地啊，什么格力好像有说，反正有一些小熊啊，对不对？然后什么 A C A 啊之类的，就是包括你自己曾经也在做一些产品。就一下子就卖得很火，然后香港的一些就是耗材啊也卖得很好。那这个时候呢，像小东的这么样的一个产品的社区，也就是在这么一刚好，也就是这可能是趋势吧，就是刚好在这个阶段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部都冒出来了，真的都出来了，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我也跟你们讲一下，我发现。做这个行业的利润点还是在卖烤箱，对吧？像目前真正就是整个产业链来说，像目前就是资金流回流有点快的，还是就是大家对这很奇怪的一种需求然后就大家去买烤箱，对，然后呢这个数据还是保持一定的一个增长，截至目前为止所以呢，现在目前我问的问题好奇怪。烘焙行业利润点在哪里？我问你，
我们是要今天都不是来讨论利润点，我们是要讨论如何挖掘利润点，好吧？然后接下去，好，那我们接下去就问啊新的一些问题了，就是其实我是按照一个就是一个市场、一个产业链、一个产品团队，还有包括这种的一个定价啊。这个定价尴尬啊，然后还有包括数据推广，还有说啊，现在目前的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情况，还有说融资情况这个方面啊，多维度要来问你跟咨询。那么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平时这个平台除了说自有的这些客户啊，有让他们通过市场，就是 APP 市场自己搜索和烘焙的关键词进来成为用户之外，你们还平时还有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进行这个产品的一个推广？我们除了自己的布局的几个点之外，他们之间的流量互引之外呢，我们现在没有做广告，没有广告投入，一直以来我们都，因为我们信奉的就还是把你的产品，因为移动互联网我们其实信奉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就是你把产品做到极致，它的自动的裂变效应会很强。第二个呢，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这种连接所最后所创造的这种无限可能，这个因为我能跟用户之间有这种直接的连接，最后你的这种很多的可能性，它就一定会存在。就这两个是移动互联网。那么，你刚才说就是比较少做推广，都是靠自有流量，就是客户自己发现的产品啊，来到这个平台。那现在目前的一个，能不能方便就是分享一下你们的用户数量，还有说日活量，就是一个可以，因为我们真实的注册用户数量呢，大概在280到300万，但是我们的日活数量就没那么理想，就是大概在7万左右日活。OK， 那么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我也看过非常多的数据，就是你的下载量不等于你的那个用户在活跃量嘛。其实我们还是看那个你每天的一个日活量，就是你的用户数的一个就是重复使用度。那大概有去到这么一个数量的时候，你们平时有对这些客户进行什么样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吗？就是平时有怎么样的一个维护吗？还是说只是不断的去重复类似，比如说，因为我看到那产品，你们可能，哎呀，我刚刚忘记叫你们下载了，就是看到一些就是一些产品，就是你做了一些糕点或者是一些烘焙点心的一些视频啊，每天都不断的在制作，那你们有没有根据用户的一些需求去匹配到当下的一些内容的制作呢？有的，因为我们首先是呢在 APP 里面呢，我们呢，就是用户很多是以这种学习进来之后呢，在留存上呢，我们有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报控体系，就是这个体系里面呢，就是让他有一种获得感跟娱乐感能在里面，包括报控体系它背后支撑的呢，还有活动体系。就是通过一些不断的活动，还有办公，这些呢能让他不断的有获得感跟娱乐感，所以很多呢就是像我说的1%的人，他喜欢聚在这个群里的人，他就会通过这两个东西留在里面。当然像我们订阅号呢，从2017年的定位就不一样，就是我们推出了帮主，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呢？它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它是这种达人跟网红的定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创造一些贴合用户当下的这种可以模仿的方法来去做，而且都是自我创新的，所以是通过这两个手段来去在订阅号里面吸引这样一类人。那么现在拥有这么一个数量的一些用户啊。然后还有说，包括公众号，其实我看你们也不断的在更新，在做内容在推。那么，像这些用户，如何你们有没有通过一些方式啊？就是我们说直白一点，就是付费的方式啊，就让他们开始付费，有没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有，因为那个用户通过什么样的？用户付费现在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会选一些优质的产品，
比在淘宝京东的双十一啊六幺八还要便宜，相当于是以团购的方式去推荐一些优质的产品。这个方面呢，因为我们中间也会品牌商也会给我们一些佣金，但是我们的用户呢，他买到的东西比在全网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便宜，这是用户的价值。这是一块团购。另外一块呢，我们成立一个子公司，是做那个烘焙的在线教育。就是这个烘焙在线教育呢，就是我们就因为原来现在传统的方式都是图片啊文字啊，那我们就会以视频的形式，专业的团队去拍，去卖一些网上的课程，这也是用户付费的这两个主要方式。OK， 我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一个是卖课程，一个是卖奖品。对对对。那么，就是你们平时，哇，这个问题是太高难度了。就是我想问一下，那现在目前其他的一些竞品情况都。其实大家都是大同小异嘛，因为我去下了那么多 APP 啊，然后还有说关注那么多公众号，大家最后的一个商业价值变现的一个方式，无非就是通过，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人在那个 APP 上面或者在公众号上面啊，直接在卖烤箱，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代理了某一个比如说像我代理美的的这个牌子，对不对？然后我做了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呢我持续的在。不断更新我的这个烘焙的一个制作方法的同时，我说哎，你看，我现在我们用的就是美的烤箱或者是某牌子烤箱，真是顶呱呱，真的是棒，大家赶紧买。然后你会在这个时候就抛出一条链接，就直接在你那里下单吗？还是跳转链接？我们呢属于是团购性质的去销售像这种烤箱的这个产品，它团购就是意味着就是我们每个月顶多可能卖一次可能就一天。对，我们他去购买的是去仍然去天猫上去买。对，我看到有一些你们的一些竞品直接是在产品就是在 app 或者在公众号上面直接开店啊，他们就直接做平台了，他们就直接在上面做一些产品销售了。对，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也尝试过思考过，都是目前效果不好。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标品类的电器呢，它现在的主流渠道还是京东天猫，在这种社群呢媒体里面还是不好。你包括我们像在这种自媒体啊，包括里面卖的好的，你像一条啊，他们的这种硬件或者产品的这种商城呢也有，但他们卖的都是非标的，都是特别有情怀有逼格的那种。所以我们呢后面呢就是。摸索的路呢，在这一块呢会有很多条路，但是呢，不是像现在的等大家传统的开个商城去卖美的橄榄石的烤箱，应该不是这条路。OK， 就是其实你们还是偏向以导购的形式，就是可能从因为有做过天猫或淘宝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就是比如说站外的一些流量啊，那你们就属于他们这一块，就站外流量的。对，一个导购。对，但这个只是初级阶段。就是我们如果说往后升级呢，是有很多更广的这个方式。是。那么其实我看到现在目前产品的一个设计形态已经就是有几个类目嘛，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些材料的一些推荐啊，还有一些就是高点制作的一些视频的一些推荐，包括达人社区的一个就是建立啊，就是你们去吸纳一些很多的达人在上面。分享一些内容嘛，对对对。那么接下去你们这个产品会在2018或者下一个阶段会演变成为其他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的形态会出现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产品。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我们现在的市场是先是从漏斗之后变成喇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漏斗呢还太小。就漏斗稍微大一点，那我们就把这个漏斗倒过来就变成了喇叭。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我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如果我把这1%获取充分，因为现在连1%我们都没有获取充分，如果把这1%获取充分了呢，那我这个基础很好，那我就调转过来。就像我举个例子，你烘焙的社区来玩的这些人可能只是1%，但是你吃饼干的人是100%。那这样的话呢，那我调转过来的话，那我可能我要去开发一款饼干。那设计一款饼干，
我做了很多准备，但是我已经有了1%的这种专业人群，那这个时候我再调过来的话，那他可能我触达的人群就是100个人。就是你想把你的这些忠实的那个用户变成了你这个平台能够产生价值的那部分。它对它变成了什么呢？就像喇叭一样，其实它那个嘴跟前面那个口，它是最主要的声音的来源。但是通过这个声音去扩散出去呢，它就可以影响到很大的面了。好，那问你下面的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啊，现在目前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从两部分吧，就一部分就是对于说，对商品的价值，产品最有价值的呢，其实。我们现在跟我们的同行啊，假设啊，同行，我们有最大的不同。其实最大的一个不同呢，我们是矩阵式发展，就是我们同行很多的，要么只做订阅号，要么只做一个网上的那个课程什么的。但我们呢，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定位里面，每个点都要打透，就包括订阅号，包括 APP， 包括后面的其他的网上教学，等等，只要我们做的点，我们都要在打透。因为打破之后呢，我们希望顾客们之间的流量能实现互通，然后最终呢，再能形成我们这个喇叭的一个声源。所以说，其实这个呢，在我们的定位里面是一定是矩阵式的，就是最重要呢，确实很难说最重要，因为我们希望每个点它的意义非常不一样。但是，针对这你刚才说的这个环节，其实我个人有一点，就是有点疑虑的部分，就是当你没有把你整个商业的逻辑，包括它价值兑现的那部分想得非常的透彻清楚的时候，然后你这个时候还反而就是在很多的那个传播点啊，就是传播，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作是传播点的产品的一个散播点，都要去开花，包括公众号啊、订阅号啊，包括一些直播的一些平台啊，包括你的 APP 啊，对不对？包括现在我看到你还做了小程序。这些都是都做了嘛，然后但你的商业逻辑还没有完全的行通的情况下，关于这点我要怎么说一下呢？第一个呢，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实现盈利了，所以说呢，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对于每个点都想把它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确实也不想把我们未来的这个最主要的方向今天讲出来，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的商业机密啊。对对对，好的好的。那等一下大家就是可以给我们小东多提一些意见啊，说不定等一下大家有一些，因为大家不一定都是做烘焙行业的嘛，就是有一些好的建议啊，我们也可以就是如果你想到的话，你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一下，然后让它变成了它的一个超级武器，可能在下一个阶段突然就 all in 出来了。对，因为我们这确实也是。那你刚才讲到了，就是从去年开始啊，就是2017年开始有盈利，你们那个盈利点是能不能分享？这个可以。其实我们是有现在是有几个盈利的途径，第一个是团购，第二个是直投广告，第三个是委托广告。第四个是在线教育。OK， 就是在线教育，就是比如说一些课程的一些付费，对吧？然后投广告，我看到有一些 APP 的一些广告也在对那个产品里面我做一些那个投放啊。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的一些团购。OK， 那么其实我看到就是一些，我们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有一些付费课程啊，我看到就是其他竞品也在做嘛。那你们就是其实价格相差其实并不是很就是你说大吧也很大，然后不大也不大，也就是差10来块啊，就是就几块钱的左右了。那么我想就是问一个非常简单问题，你们是怎么样去给你们这些课程做定价的？就是平时怎么去给你们产品这些做定价？定价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9.9块、19.9块，这是一个主流的价格段，因为而且我们认为这个价格呢，它基本上它不会说是很多人不会把它当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肯定也要参考同行了，就是，但其实都因为9.9块跟19.9块已经是到底了，
就是所以说其实同行也很少低于这个，甚至大家好像都是变成了9.9、19.9，就都默认我都看到大概就是相差的10来块钱。对，这样子。好了，那么我接下去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说，就是用户客户啊发生啊，就是沉默了，就是没有，就是静默状态，就是他下载完了，但是他并没有使用，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方式做二次的一些激活或者是一些激发，让他重新使用起来？对，这个呢，就我们目前呢做过一些尝试，但是效果很差。就像我说的，现在我们的产品的现有的产品呢，仍然是一个漏斗式的，就它掉下去了，其实你很少捞得回来了。它留下来的呢，可能就是已经是在你这个产品点上，它是有吸引力的。确实对于二次的这个是没有。但是我们为什么你刚才说，比如说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就如果说以这种经济价值来看，现在的其实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现在只是一个漏斗式的，它会很小。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转过来变成喇叭式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这种从收入啊利润这方面，我认为才是最有价值的。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因为你反复多次的在提出一个叫漏斗式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转变啊，那么我想说，未来的一个商业价值的一个变现的方式，还是会淘，就是会除了说卖设备啊、卖材料啊、卖团购、卖课程之外，还有其他的一种形式吗？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可以跟我说是分享，那会不会除了这些情况，还有新的一些？其实它的核心思路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在找的100个人里面的一个人，但是呢，因为有这一个人呢，他在烘焙里面的影响力跟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反过来做的时候呢，那我们触达的就是100个人里面的50个人。就是如果有什么需求是能触达到50个人的、100个人的，而且是他也一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就其实大概的方向是这个方向。当然，其实你说刚才你说的什么硬件、软件、定位，这都是这些东西。最后的一个商业变现就是这些方式。就像我刚才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一个饼干，它融资了5000万，它在天猫上一个月能卖几万盒。其实它因为饼干，大家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0个人就吃了，但是呢，他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可能他有他的一些机缘。但是以后呢，因为我们烘焙坊是一个认识发展，我们在烘焙产业链里面所积累的东西，其实我们会很容易去不管是硬件、软件，还有社群、粉丝里面积淀的东西，其实我们很容易触达某一个点。就是你想把这些用户变成某一个点，然后产生类似刚刚你说的那个，就是在天猫或者在其他平台上裂变的那种。对，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烘焙里面的有一个达人叫君之，君之呢，他在烘焙，对，他最近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他自己就是孵化了一个品牌叫君贝，君贝呢，他做了一款产品厨师机，卖2000块钱多一点。他刚上市，在10分钟之内2000台就没了。但是君之的粉丝是多少呢？就是我们的订阅号，因为君之他现在主要的载体是订阅号，对公众号，他公众号的粉丝日活是6万，我们现在公众号的日活是2万。就是说，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到了最后反过来之后，但是厨师机有多少人会买呢？可能最后如果随着这个烘焙的发展，可能大家50%的人会买厨师机，但是他又孵化出君贝这个品牌了。咱不说他一定能成功，但是这条路呢，从现在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了。但是他做了这么多年，可能只留存下6万的这个日活用户，但是这6万的日活用户支撑了他在厨师机刚上架1天之内，他就成了淘宝的第一名。我感觉你这个平台是要来做孵化平台，就是要做喇叭，就是做一些达人啊，或者是一些产品，或者孵化一些品牌，是这样。好的，那么我看到。你看这个问题，平时怎么推广？你说比较少推广，然后用户付费的转换率也没有很高，但是已经开始有转换。付费的转化率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啊，君之有6万用户，他卖一次团购的话，大概能有2000个。对。
像我们呢有2万个，我们卖一次大概在500个。500个，嗯，就是一定的一个比例。对。那你们本身这个烘焙帮自己有在做一些自己内部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孵化吗？就是自己的这个产品的那个。目前没有，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是我们整个的矩阵式的这个粉丝的数量呢，我认为还不够。第二个呢，我们想做呢，如果要做的，我们不想做的普通，就是一定要做那种有一点自我的东西出来才行。不想做普通的。我在一些就是其他平台，你应该知道这个叫米熊直播的，我也在上面看到你的产品，就是这个平台的身影。其实他会不会跟你们也属于说竞品的一个关系啊？因为我看到以为我是觉得是这个平台是在做一些很综合类的一些直播的，还是说一些关于饮食类的一些视频。付费的视频的一些分享，但是我也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了这个烘焙帮出现的身影，那这个是意味着什么？这个呢，因为我们米熊呢，可以说呢，它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今天和大家创业者在一块儿呢？就比如说，我手里只有200万，然后呢，我们的团队呢是基于顺德的，那米熊呢，他可能手里有2000万，他的团队是基于北京的。上海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手里的牌不一样，就是他的点儿有，我们呢其实还是也有个点儿，但是一样的。所以在我理解，像网易严选你们在做的一个网易严选的一个平台，一个品牌，然后呢，网易严选也在京东上开店，这样子的一种形式。也增加了多一个对，有点像就是一个收入来源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渠道，这样有一点像，有一点像。OK， 那么其实我就是接下去是一些关于这个竞争者的问题啊，就是在你自己认为现在目前有那么多竞品里面，你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是哪些平台？对，能分享一下。最大的竞争对手呢？根据我们现有的这个模块上来说呢，我们订阅号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君之，对，然后 APP 呢，也可以说是米熊、下厨房，就这些。有了解到一个叫好像叫贝克，有一个品牌也是叫贝克的，对对对。其实我也使用了一下贝克，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下。我觉得贝克他们的一个就是交互，他们一个使用的一个那个体验也挺好的，你应该也尝试过。贝克是广州的，就是我们有接触，就是他们的现在其实他们的 APP 一直处在这种半瘫痪状态了，所以他的粉丝数量很少，就是用户数量少，非常少，对吧？对的，就是体验呢，应该是说分不同体验的点。就是可能有些点儿你会感觉他那边好一点，有些点儿呢我们这边好一点，但同时呢，我们现在呢也在不断的革命，就是革自己的命，就是要，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很多的点儿上做的都不够好，对用户而言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做创新，做革命，因为确实像我说的，有些东西我们不太方便讲啊。那么像现在烘焙帮这个产品跟其他就是竞争对手有什么就是具有差异化比较突出的一些地方，就是不同之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现有的产品呢，你比如说像订阅号，我们的跟君之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率比较高，微视频率比较高，像君之可能一个月有1000视频，其他图文，但我们一个月可能有20篇视频。因为视频更直观，另外我们的这种创新的程度呢，也比君之要高，这是订阅号。那当然在 APP 上呢，我们呢其实创新到一半，只不过他们没有在帮供啊，在烘焙圈呐、在分享啊，在一些活动上没有我们好，在一些达人运营上没有我们好，但是呢，整体的这一块我感觉。都不是很
很原子弹的产品，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后面能搞出这种更爆的产品。OK， 好，了解。那么现在目前啊，就是开始流行做这个小程序啊。那么我看到你们也在做小程序，其实体验跟那个 APP 也差不多啊。那么接下去在小程序和 APP 里面，你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取舍？就是还是说同期都会两边都会继续这样子去推进？两边都做，两边都做。OK， 好的。那么其实现在如果要去做你们这个产品啊，其实门槛，你说觉得高不高啊？如果做我们这个呢，首先从资金上呢，应该要有1000万的资金来去做这个项目。如果盈利的时间上呢，应该在3-5年能盈利，就这个过程。除非有更大的资金进来，更深的背景啊，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创业者，就有这个门槛。哦，那刚好可以问一个问题。现在你说这段时间嘛，刚好也融资到了，就是这有一些朋友是对你们的这个产品进行投资。那你刚才也说到，如果现在有更加大规模的资金进入的时候，可能会加速你们整个产品的形态的迭代，或者说整个项目的一个发展。那我简单我就问一个问题，你们假设现在可以得到一笔非常不菲的一个投资款到你这里，对不对？你们接下去能够去把这个事情会去变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一个状况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比如说像现在行业里面比较成长来的，比如说在这种视频的直播上，米熊，它是目前啊在烘焙里面比较强的。当然像熏汁啊，这些其实你把它们都集合起来，再冠以一种影响力。其实后来我刚才跟我们在下面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可能都有很大的理想跟梦想，后来发现呢，太大了，大到你再给一个亿进来，可能都效果没那么明显。是一个亿进来，其实也还好。不行，现在还不够啊。对，就是因为太大了，就是如果真的能撬动的时候就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想去打磨，慢慢打磨。好，那么接下去分享一下关于说平衡团也不容易嘛，现在做到2018，然后其实真的创业也很艰辛嘛，就是一步一脚印，每年这样365天这样子扛过来了，扛了好多年，然后慢慢的做出盈利，然后可能接下去会有更全新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迭代啊，一些发展的一些规划。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团队平时是怎么样就是管理的和运维？分享一下关于说内部团队管理。我们对团队管理呢，其实我只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能让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当做自己的事儿，能自动自发。其实这是一直以来我追求的一个东西，也很幸福。我们几个兄弟现在都是这种状态。对，就是其实就是你自己在散发你自己的能量，去影响到别人对这个事情的高度认同，然后一起去认同这个目标，一起对，就是从很多角度。你们现在团队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啊？多少人？我们现在11个人，11个人，11个人是两个团队，相当于是除了我这边是10个人，10个人呢又分成各5个，然后每人是一个团队。OK， 好的。那么其实就是这11个人可能他们不同的一个业务分工嘛。那你觉得现在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可以纳入更多的就是专业性人才，你会更希望得到怎么样的一些人才，现在团队？因为这么多人啊，你把需求说出来，说不定大家可以帮助你去留意到这些人才，去推荐。我们现在在招聘的就是烘焙师。啊，烘焙师啊，对，烘焙师，如果有顺德的朋友，可以来我们这边做烘焙师。那么好的，那来聊到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就是
财务啊，或者说融资的情况。那你现在目前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目前的盈亏情况是什么？我们2017年呢是盈利了100万，但是呢这个100万很特殊，上半年亏了200万，下半年赚了100万。OK， 就是有我们就是有亏有的有。相对上半年亏是我们很多项目没启动。Okay. 那个下半年是基本上一些该启动的点启动了。对，那么现在目前的比如说你融回来，因为你也是去年融了这笔钱嘛，这些资金的平时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向是哪一些方向，就是怎么去使用这部分的资金，去运用在哪一些方面，是用在推广还是用在产品制作还是？我们主要的成本现在运营的主要成本是团队。就是制作，就是粗粮。对。好的，那你看我这问题，因为你这阶段比较特殊啊，因为我说投入产出比这个情况，因为其实作为投资人的话，除非他自己的脑洞非常大，就看到你这个项目，然后突然想到你，一方面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你告诉我，现在目前公司的情况是这样子。然后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变成怎么样的什么样子，盈利水平和盈利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凭借了投资人自己的一个预判啊，我觉得 OK 这个项目不错。有一种呢就是你还没说对方投资人他就已经看到了你的价值，对不对？其实这种是比较舒服一点，就甚至你自己还不知道你有什么价值，对方已经知道你有什么价值，然后来进行合作，来投资你。那么，很尴尬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我道行不深嘛，因为我现在还目前就是凭着我的小脑瓜的现目前这种状况，我暂时还没想到说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商业价值的一个发生的一个点。所以你看，我就问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个投入产出比会在下个阶段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好 ，OK， 这个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OK， 给大家老师，因为老师是投资人的身份嘛，就是看来看去好像感觉现在还不值得出手啊。我开玩笑，就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顺德，其实我还想跟那个在场的朋友们讲一点，就是因为我在北京做过几年嘛，就是其实在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在顺德有顺德的优势，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关于他们的投入产出啊，或者投资啊，其实我个人有两方面的认识。第一方面呢，就是顺德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资本，它不是这种财务投资者。产业资本呢，包括当时亏也不是亏我的钱，其实亏的是中诚的钱。包括现在投资我们的也是产业资本，就是他现在是运营新屋的品牌，就是他们。就是在顺德呢，其实产业资本呢，它能给我们很多的这种营养，这种营养包括资本的营养跟用户的营养，很多经验的营养。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在后面方最难的时候也找过很多财务投资者，后来发现太难了。对，因为跟他们是本身原有的一些产业无关嘛。对，相关太难了。然后呢，就是顺德的产业资本很丰富。这个对我们之前找到的产业资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行业要很有特点。你比如像君之一个人，他去年盈利了2000万，就他一个人带了3个人盈利了2000万，米行的流水呢应该能达到。但是呢，在一些产业投资者里，他不需要逻辑。像我们投资的时候，他说这个社群粉丝这是未来的方向，他说扔下一部分钱去，亏了就亏了吧。知道吗？就这走了啊！对，所以我说呢，就顺德真的最好的一点尝试，对，你在北京碰不到这样的人，对，但是当然我们要负责任嘛，所以他投资了半年之后我们就盈利了，他没投资之前我们还是亏，投资了半年我们就盈利了，所以其实我特别跟现场的这个创业朋友们，在顺德的这个大环境下，充分的融入产业资本，其实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我分享一下题外话啊，其实当我们在自己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去考验自己对这事情的一个理解度啊，包括它的一个商业的一个逻辑，还有它可能未来的发展的一个预判。有些自己也，但
我相信如果说在做一些创业，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创业者嘛，就也创业失败过啊，上次已经说了，做一个资深创业失败者啊，这里可以有话可以讲，就是啊，大家也会去对一些自己做的事情有迟疑啊，有些疑虑的地方，那现在也看不透。那其实有另外一种投资的一种思维，其实比如说像今天小东啊坐在我们面前啊。我们讲了半天都在讨论这个项目值不值钱啊，这个项目它的发展趋势好不好，但我们却没有在讨论小东，对不对？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创业的情况是这样子发生，就是今天小东跟我们在分享这个项目，然后呢就是我们隔一段时间可能小东他的一个业务已经转型到另外一种层面，已经不是今天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已经可能产品形态转变，可能还发生业务转型，对不对？但是呢资本就是其实真正做投资还是投人，就是比如说人靠谱，对不对？大家就是相信他这件事情一定能够推进到某一种程度，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或者说到下一个阶段，对不对？他这个事情不成，我还继续追加，因为我觉得这个 OK， 这个人靠谱，他有这么强悍的一个意志力啊，对一件事情的这么一个坚持，然后刚好他的运气很好，很 lucky， 然后还刚好碰到了那个就是机遇点趋势点，刚好就是 OK， 那会在另外一件事情。也可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形态的一个发生，对吧？他成功了，这有可能，因为这我这方法是我还没开始这段对话之前，我看到小东我内心的一个想法，这是真的，就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对一个事情坚持不懈努力的人，他总会得到回报，就是结果总会得到。有人认同，就像今天有另外一位朋友，前阵子上次来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我不认识他，然后来就加了微信，然后后来他跟我分享他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看，就是其实作为我来说，不是我涉猎的一些项目嘛，还有说不是我涉猎的一些领域，我只能给到一些建议，一些预判嘛，然后呢？这个嘛，继续坚持在现场，然后他就找到了他的投资人，他的那个产品他就继续在推进，其实也是，就是你总会只要你坚持，你总会去找到你合适的那个支持者对吧？就是一起把这条路走完，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那说这个深有感触啊，对不对？因为都是一样的，谁创过业都。除非是在假创业啊，那真正的很投身于一件事情，真正创业的时候，你真正的那种体会就是你会有相同的一种切身的一种体会，对，所以我刚刚前面都在讲，所以我聊得很那个，因为你重要的东西也不会在这里跟我们想说什么商业机密之类的啊，那些不重要的也不能说不重要，就是那些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这样子，我也非常。不公然跟大家再做一个分享啊，那么好了，就是接下去还是要免不其就是还是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说不定下面你看顺德双创基金会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对于说这支持坚持自己的初心啊，还有说项目的人也是非常support的，还有其他一些投资朋友可能也在下面。那我想问一下，你接下去发展的一个阶段会有什么新的一些融资的打算吗？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呢，就是刚才我讲了大概三种形态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能有自己的到了第二阶段了，所以现在的融资呢，我们如果想融呢，我们仍然希望是跟产业资本对接，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自己。特别深有感触，我们能给产业资本提供一些帮助。如果产业资本真的用心的来去跟我们去沟通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刚才老沙说，为什么你这样子能别人投资呢？其实就是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别人给我的评价是我不害人，就是我原来
我当时就是年轻小的时候，从 T 三二离职的时候，那个领导说：“说小东你随时回来。”我心里当时想，怎么我走了还让我回来呢？他后来他说你不害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有20年的工作经验了，就是这个20年呢，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模式，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可能是变成眼里是老男人了，其实我感觉老男人不可怕，就是可怕的是有激情的老男人。坚持又激情的老男人。对对对 ，OK。好，那么接下去的话呢，就是问一些比较，还是要问一下，就是私密性的问题，就是忠诚这个公司以前你是在公司还有几个小伙伴一起在那里就任的嘛？对对。那么现在你们都是离开那公司，然后重新出来做新的这个项目，对吗？对。然后就是还是得到了忠诚的原来的那就是 boss 啊，或者是原来这些原来这个企业的支持。对对对。OK， 那么现在目前能不能问一下，因为你已经离开忠诚了嘛？现在忠诚的一个发展情况是怎么样啊？现在广东忠诚电器，忠诚呢？它的一直以来它的定位呢是以国内销售，但是在我手里呢经了三个演变，一个是从传统的国美速明这种渠道的演变，后来是电子购物，后来是电子商务。那我们在电子商务上呢找到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做到在电陶炉这样一个类目里面的京东跟天猫的第一名，类目第一名。当然没有抓到烤箱的机会。那品牌就是用忠诚的。忠诚的这个路，对。它现在呢，在京东仍然是电陶炉的销量的第一名。但是在天猫上呢，因为出了一点问题，就我有看到忠诚的品牌在这些渠道的销售。对对对，就是走了之后呢，就是。跟原来比呢，它主要是天猫是因为质量问题，就是这个三 C 问题有点争议，对，就现在下滑一些。对，那我看到忠诚它背后的一个公司是长盈，对，长盈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出口制造，主要是帮他做代工吗？还是对代工，负责代工，就是一些更加著名的品牌的。对，都是国外的一线品牌。对，现在目前也在持续，也在工作。OK。那么，就是现在目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这个在这个项目里面？就是因为我看到你是董事嘛，就是股东的，是不是？我们针对这块呢，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我们团队呢都认可一种方式，具体的呢就不讲了。那我后面我也不问了，因为后面挺尴尬的，就控制一下时间。OK， 好，下面呢，我们的天已经在叫我控制一下时间了，看一下我还有什么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OK， 最后总结，公司现在目前啊，刚才像大家都知道啊，就存在了一些问题啊，已经大概有所了解。现在目前的一个下载量啊，一个用户量啊，说一个用户增长的一个趋势。说包括现在这些用户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包括现在的盈利水平的情况还有包括可能接下去的一些商业价值，就是一些变现商业变现的一些方式。那么已经知道了。那么接下来去发展公司发展的一些规划啊，就是你刚才说可能想要去，可能会去未来孵化一些就是品牌一些达人，或者让他们进行裂变，对吧？漏斗，对，我们大漏斗讲上喇叭。对，然后呢，基本上也大概就是，其实也针对这么一个线下的一个产品，然后线上化的一个社群啊，已经是做到这个份上，那么。